拜拜。这么好哎，假日加班还有人接送？才不是哎，你看他气冲冲的开走。他怎么了？还不是我们在度假的时候，突然公司call我回来加班，整个扫了他的兴。哎，度假哎，这样大叔一定很失望的嘛。你知道我刚新婚的时候啊，这我老公每天都要，所以哎呀，不要说了。你怎么会在这？不知道啊，神秘兮兮的。走啦。嗯。浪费。总监，但是我没有乱花钱哦。不是说你乱花钱，是说公司请你去日本收集新一季的产品广告资讯回来，就要报告短短三页，浪费。如果可以让我星期二交，我会写得更丰富。各位，总公司嫌我们业绩太差，两个月后会从新加坡调一个新的高层过来，到时候很有可能会裁员 10%。 啊，这是大环境不好啊，很多公司广告预算都缩减，我们公司的案量也不比往年少啊。新加坡业务是上升的，那我们会被裁掉吗？我就是不希望，才在假日把大家给请来。广告业是责任制，不是上班打卡交差了事。大家赶快把手边的工作整理一下，希望到时候走的不是我部门的各位。老处，那个来了。我不老。是不是处女也不干你的事，请不要歧视单身。我单身，但我很快乐。比起你总是到处求爱求不到，像个哈巴狗一样摇尾乞怜等爱垂怜，成天过得浑浑噩噩，工作欠缺动力，人生失去自我，随时呢就被爱牵着鼻子走，还随时有可能被工作反而来的好吧。小心哦，你很有可能是第一个。先生，我回来了。不，你找谁啊？不，你是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找杰森。你回来了。先进去啊。是杰森，你在干什么啊？我才离开几天，把我家弄成这样子。你先别连名带姓叫我好不好？那个啊啊，赶快穿起来啦，恶心死了。哎呀，别大惊小怪啊。你不在家，我当然要帮你看家啊。看家咧，你把我家当什么啊？当旅馆啊？你想想看。你又不在家，我一个人在家，当然要找一个人来陪我啊！而且我很干净，我没有用你的床的。这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我要你一个人帮我看家喂狗，不是让你带人回我家，你根本就计划好的啊！对不起啊。哎，先坐下坐下。不是啦，这昨天认识的，不是计划好的。你还有脸说？还好我一个人看见，要是被我老婆看见，我们两个就完蛋。哦，所以有人现在是加入了帕奇俱乐部。少在那边诅咒我。对了，那谁啊？ Teresa baby， 我的真爱，我们是为了结婚而走在一起的。不可能，像你这种害怕失去自由的人，不可能。所以你也承认了结婚以后就没有自由呢？ Baby 啊，你把我裙子脱去哪了？我等一下帮你找啊。哎，对，你不是跟你老婆去玩几天，怎么你先回来？吵架了吗？不是啊，不是。也是啊。杰森，你不是说没用过我的床吗？
为什么那么烂？裙子，史杰森。顶着肚子危险的。哎呦，今天我老公的爸妈要从老家来看孙子嘛，我得赶快回家做饭了。走，你要加班又要煮饭，不能出去吃吗？还有，你刚坐完月子。哎呦，没关系啦，出去吃老人家会说浪费啊。对。况且我老公说，这样子他爸妈才会觉得我们很重视他们。嗯，也是。都什么年代了，像一个传统妇女一样。不要婚前你是个女王，婚后就变成一个煮饭婆咯。又没关系，我是心甘情愿的。走啦，就是我有事情跟你说。我又有了。又有了？非得那么急吗？两条线。拜拜，大家再见了。拜拜。我老婆也在等我，家庭日我要回家了。我老公现在应该还躺在床上吧，我现在回去可以跟他抱一下。哎，你今天有空吗？有。吃饭。好。只剩下这个部分还没看完，那大哥再帮我做最后确认好了。好的，案子交给我们处理。好，谢谢。不会不会。龙啊，过来一下。孙可芳，史杰森，放开我！我不放，有没有想念我？我数到三。哎，好啦，那么凶干嘛？马上就来看看你嘛！谁像你？可芳，大树，你怎么来啦？干嘛把自己搞那么辛苦？假日还来自己监工？也没什么啦，我得来看看啊。因为我不想要辜负你的用心嘛。男人婆没人要，当然要找点事干啦、啊。大树，我真的觉得以后你一个人来就好，其他人不用来。进去看看。走，来。喂，我只有这个部分要再确认，其他的我都确认过了。大树，你不是应该在小蜜月吗？没办法啊，他突然被叫回去加班。自由业就是不自由啊，所以小夫妻有矛盾哦。我知道了，你跟他说不想要他回来，但是他跟你说他一定得回来。这么懂我老婆？我是懂你，结了婚之后还是要尊重人家啊。拿着，我现在真的觉得爱情这种东西，结了婚之后才学习的。所以结婚以前的爱情就不是爱情吗？这要问你啊。问我？不过以你的 case 来讲，好像根本就没有爱情这种东西耶。你这个人哦，只有这里冲动跟那里冲动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对你冲动的。哎，你去哪里啊？我去厕所啊。记得男厕在上面啊。去女厕啊。真正的学习现在才要开始吗？啊，又这样。老公，今天我们周例会，我要先走了哦。你要我送你啊？不用了，很近啦。你家是牙膏可以挤，挤好一点嘛。
啊，我来点好了。你有选择困难，我也没时间等，多点两样，吃不完可以打包回去晚上吃啊。今天晚上也不能跟我吃饭啊。喂，你好。啊，是是是。哦，我知道我知道，下午的时间嘛。好的好的，没问题，我会准时到，谢谢。出去一下，你们先忙。嗯。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说，你好几天没回家，我连我老公长什么样我都快忘记了。可是我工作还没结束，那你可以在这边等我吗？嗯。我先忙了。分析一下哦。储置盒快递，请问是储置盒吗？是。啊，请签收。最近我没有订东西啊。可是上面的地址跟姓名都没错，而且货款都付了。这次是我们公司生日的特别服务哦，订货免运费，恭喜你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这绝对是市面上性价比五颗星零负评，尘螨和过敏物通通清除，你就不必怕狗狗让你的鼻子不舒服啊。它的手把可以伸缩长度，在你在吸地板的时候就不用弯着腰拱着背，久了会驼背，是不是方便又实用呢？你看，连天花板都可以吸用。呜、上天下地，它的马达非常的强，还有 turbo 呢，小心不要吸到自己的裤子，要不然整件裤子被脱掉。呜、自己的裤子被脱掉啊！先生，谢谢管方，你们最辛苦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干杯！干杯！哎，慢点，慢点，第几杯了？到第几杯了？各位，各位，各位，老板说话。老板要说话喽。我先，先举起你们的酒杯，让我们干杯一下。干杯！干杯！我要感谢的是大叔了，大叔，只有你啊，
这么努力，每天都不下班啊，努力为了公司的业绩，老板我感谢你，升职你当企划经理啊！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有个小小的礼物要送给你，来，哦，不算太贵的香槟送给你了哈。哇，老板的礼物！谢谢，来说说话，说说话。啊啊，换我说话了。啊，首先呢，先感谢我们可爱的老板大家，耶、yeah, ！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还要感谢我们整个设计团队的付出，让我感受到帮助别人维修梦想，重新找到人生的方向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你们说对不对？对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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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恭喜恭喜！谢谢啊！哎呀，我们新任的企划经理啊，有点慌忙了。有一位啊。你身边最重要的得力助手，你忘了感谢他了？体谅你啊，长时间的不在家，你宛如失踪人口啊，他都对你不离不弃哦。志恒，我代表公司感谢你啊。啊，老婆谢谢啊。敬你一杯。干杯。对，小心点。不好意思。就是。啊，老婆。没事吧？老婆，啊，老婆，对了，这个香槟送给你。不要啊，人家刚刚送给你的。老婆，你不要生气嘛，这个香槟就当做我给你赔罪啊，老婆。干嘛？骚扰落你了，对不起嘛，原谅我，老婆。怎么在电梯里面睡着了？嗯，竟然睡着了。嗯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快点出去了，拿着外套出去。外套是谁的？我怎么知道是谁？要开会了啦！我要去下面接新的总监，今天又是想腥风血雨了。简单的说，我们业绩持续负成长的情况之下。新加坡总公司觉得我们需要好好的上下重新整顿，怎么又迟到了？必须要把每个部门重新再上到正轨上，所以新来的营销总监他会到每个部门去做一些调整，请大家好好配合。该不会砍人了吧？小声一点啦，不然先砍我两个。方太，安琪说等不到人。安琪都下去这么久了，还没等到人。
这么奇怪。干嘛急啦？你为什么看起来好像很害怕？嗯，你看我肚子又那么大了，到时候就要生了，接着坐月子。那新的总监来，会不会先裁掉我啊？我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我会帮你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大家稍安勿躁。我相信啊，只要你们拿出平常的工作水准，新来的总监不会为难大家的。其实啊，我们营销部已经很努力了，你知道。不过我们送的案子啊，就把他们创意部搞砸了。郎大，你不要这样讲嘛。你找到客户也很难搞啊，我们写了七八个文案都不过，对吧？对啊，没有过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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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捡到一只鸽子，方太，我一直等不到人，还是您先打个电话给他。哎，我们放松广告，除了我之外，上上下下一共87个人呢、啊，居然没有半个人发现一只闯进我们办公室的鸽子。秦总监，你好。似乎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承认错误，或解决问题。方太。我来吧，不好意思，客户逗留我2分钟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位是我知道，秦总监。乐乐，是帮秦总监把鸽子送去动物医院。是。总监，请把你的鸟给我。陈景轩把郎副总的办公室气氛给关上，就他身上有烟味，又爱在办公室里抽烟，鸽子应该是从那里飞进来的。谢谢。是。这，你确定？没有搞错啊？想不到还可以从鸽子扯到抽烟啊，哇，名侦探柯南太厉害了嘛！好啦好啦，我要好好注意。办公室的纪律好不好？来，我是副总，狼在行。现在肯定不是。天底下哪有这种事啊？一个小毛头，哪一家不是往下掉的？可是你要看实际的内容嘛。是我这个啦，我这个麦片是有机的。哎、哦，有有有有有有有！好棒好棒！哎哎哎！总监总监总监，来来来，给你看，我们已经把它都包扎好了。来来来，请请请，看紧看紧。总监，小乐乐有点受伤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把它包扎好了。而且我想说，如果你想要跟我一起抚养他长大的话，你有空也可以一起来看他。哎，他什么时候叫小乐乐啦？刚刚咯。你是乐乐？是，总监，你记得我名字。明天鸽子和你，我只想见到一个。
好了，就放他回去吧。属于天空的，把自由还给他。之和，总监，我6点要去见客户，在那之前可以把外套还给我。好，谢谢。什么外套啊？哦，总监，这个外套是你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应该先把它洗干净再还给你。你做的事都这么冲吗？试着放慢一点，你会发现反而做更多，因为错误减少了。把时间花在最重要的地方上，而不是花在修正错误上。好。你是不是应该叫我 House？ 好 ，House， House， House。嗯 ，House。之和，啊，二线。哦。喂，之和，楼下有你的访客。奇怪了，今天我没约客人呢。他说他叫天座，跟你很熟。哎，他手上还捧了一大束花哎。王大树，神经哦！王天座，我给你3分钟，快点给我道歉。你应该叫我赵天座。哎哎，我愿意改变任何事情，跟我在一起，我会给你最想要的自由。走开啦，志和，走开。